我特别喜欢记录的这种美学，因为电影它在发明出来之后呢，就被认为是能够还原人类的这个自然的生活。你比如说照片，它也有人的面貌，这个世界的面貌，但是它是静态的，它没有时间，它不能够动。但是电影产生之后，它不断的完善，从黑白到彩色，然后一直在接近的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自然的样子呈现出来。所以我觉得，在电影里面保持人的这种自由自在，还有真实性，它是我们看电影的很重要的一个美感。那当然，我们中国观众也受到过去看电影的影响，就是比较多的喜欢看这种剧情非常激烈、戏剧色彩、戏剧冲突很强的这种影片。但实际上，电影它有它很独特的这个魅力。我觉得纪实就是其中的一个魅力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去街上看到一个人在街边吃便当，他不说一句话，我们只要看他吃饭的模样，他的表情，我们就能够感受、理解他的生活。我觉得这是电影最美的地方。都享受，对，所以我在从24层记开始，很多影片里面就是同时有虚构的部分，也同时有这个记录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拍纪录片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未知的快乐。你每天去拍谁，拍什么人，他会怎么样，拍什么样的空间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要在第一时间去捕捉，去感受，所以那种即兴的那种突然发生的那种拍摄的快乐是特别特别强。那么虚构呢，是你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，你想象一个故事，想象一个人物，你用笔把剧本写下来，拍的慢慢的这个世界从想象变成了一个荧幕里面的一个真实的世界，这也是另外一种快乐，它有不同的快感。我觉得我觉得电影它跟任何一个艺术一样，它是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知觉呈现出来的。我们每天有所思有所感，有快乐的时候，有悲哀的时候。当面临大的社会动荡的时候，我们又要发出自己的声音。电影是发出我们声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。同时我觉得在中国或者在全世界，电影它能够帮助我们打破我们内心的束缚，找到一个真实的自我，也能够打破社会的束缚、约束，给人带来更多自由。